个眼睛，然后在三分之一的地方画眼睛，然后呢就勾一勾它的嘴巴。黄黄，其实也可以加一点啊，然后如果你有鹅黄也可以加一点鹅黄。这个锦鸡呢，它上面这里一条好像冠一样的毛啊，比较长啊，这样尖尖的向下。然后它这里那颈项的啊，颈脖上的那个毛，也是锦鸡的一个特点哦。然后中间呢，沿着这个眼睛下来呢，留一条线。等一下我们要把它那个红色填上去啊。这样子就是好，可以宽一点没关系，这个因为它的这个脖子的毛啊是它的一个特点啊，特点，所以这个一定要做好。画它的胸跟那个它的肚子的颜色，还是加一点朱砂。然后呢，然后画完之后呢再照染一次，就是照染也是一定要超过它的话，它有一个亮啊，就把它的那亮的颜色啊，这里时候就这样呢显出它有毛，对不对？你看它的毛是有的啊，你看这里就在这里接的时候那颜色不同啊，就是这接壤的地方就是显出那个毛的啊颜色啊。两条腿可以加深一点，对，把它的胸毛跟那个腿呢有一点不同。对，然后我们照染的时候就照染这方面，腿这里就不用照染也可以，好，等它干了才照染。我三青加点黄，然后呢把它用花青也可以，还有调成灰色啊，灰色的红加点黄调过来，你看它就慢慢会成灰色的那个绿了。好，再加点红，它就成了灰色的绿啊，比较靠近这里，你看它的那个尾巴的背毛也是有点黄，金黄色啊，这个也是就是锦鸡的特色嘛，就是它有一点行啊，有点流感。富裕的地方呢，就是它那个尾羽在这里，它的富裕在这里，那富裕呢就是有点红色，就可以画好像画公鸡的富裕一样。然后我们在那边再加点墨，然后就是用赭石和墨，赭墨啊，赭石加墨，然后就变成赭墨。然后或者用焦茶，如果你的颜色里面呢有焦茶，就用焦茶。这个呢，因为你水分要相当多，而且用的笔不能太小，画的比较流利。而且你的注意的时候，你上面呢都是要有颜色，然后整管笔大概三分之二有要有。只是里边稍微加一点点藤黄，它颜色就会跳出来。会跳。加上一点点藤黄。没事的。这样才会尾巴。加一点藤黄过来，加一点。这样的话，你要注意它停在哪里，对不对？对。所以你说有画的话，
哎，为什么我的尾巴在外面去了、哦、最好呢，这个尾巴呢还是能够留在这个纸上、哦、所以说我们就点三点、哦、看我们点三点条条在 叠上条条，然后呢就一笔完成。太干了，所以说也是要看你的选的什么笔，这个笔呢就是、哦、比较狼毫比较多，还是找一些狼毫比较多的。在这里读一读。就从这里对准这个眼睛，然后对准这条线，啊，对准这条眼睛，画条直线下来。好、嗯，还有这个地方有些毛呢，可以啊加一点雀，就是点点啊红啊，有点的折射，就是比较暗暗的色。你看你现在这里，它这里有好像有老虎斑这样嘛，所以你要注意它就是这样绕着去哈、啊，而且它一般上的这些毛呢都是品质型。啊，品质型的，啊，就是有点好像鱼鳞这样。这花用墨。我知道，等下我们在上面加墨啊，因为它是都是黑的，它是红中透黑啊，这样啊，品质型最重要。然后呢，你看它有些地方呢，好像这个地方是有一点虚，啊，有虚三条虚，然后这些毛啊，这样的用个一笔画成也可以，这样的啊，画成也行，因为它都是有很多细的，黑毛组成的哈、啊，一点。这里看它就是好像个红里透黑，对对，就是那个黑毛里面呢也有点阴影了，这样。那么现在这里这条毛上，有时候你可以如果这里加一点黑墨，啊。就是它反面的地方，然后加一条线，啊，这样的话你是看到毛的那个形状了、啊，就比较突出了。首先呢，在这里不规则的啊画圈，不规则的画圈，大家画比较大的圈子，不规则的，不规则的圈，啊。它这个圈呢是好像在毛里有一斑，但是很好看，对不对？所以呢，主要的就是它有无数的小小的圈组成，先画大的圈。大的圈，啊，这个毛已经有圈了。然后在圈与圈之间呢，也是不规则的点点，不规则的点。不规则的点，就是有规则的话，不要剪得太规则。尾部呢，就这个尾的地方呢，就比较密连。好、哦，在就中间这里要梳一点啊。你可以点到线外，在这个比较接近这个腹眼的地方呢，也是比较密一点，这样的话它的立体的感觉呢就出来了。这个要调整比较有点
加一点是紫红啊，在那个弹簧那边变成鹅黄的颜色啊，先也可以同时呢跟这个左上面这里比较粗啊，慢慢的截下来，这里比较细啊，然后它的爪，我觉得它那个爪子腿感是挺长的。对对，一定要腿长、哦、嗯，它不像公鸡。对，是凤，它是啊，好像凤凰嘛，凤凰。嗯。没有长。这里这个穿插呢，跟那个我们画树枝一样哈、哦，这个地方有一条白线。这样的话他我们就知道他在地上站着啊，翻过去有穿插，不要跟那一根腿接上。嗯，这个中间这个脚趾呢可以长一点啊，最好是长一点啊，后面这个也可以长，跟公鸡有点不同，用紫红、啊、纯粹紫红 啊纯紫红加水那个照染的也是一样，就是说一个啊，就是用这种方法啊，这种这有点车风啊，这样刮下去。那个荔枝和那个小鸡也是照染的哦，它就这个地方呢，可以啊，稍的超过它的范围啊，这样的话它就那个曙红的干的时候呢，尤其你脱化的时候。拖出来了它就有出去一点点有一种光啊，光泽弄出来，所以有时候拖画多呢会感觉那个啊画出来的跟这个作用是为什么的作用啊，罩啊罩住透出个红出来、啊、以后你用这个光的时候呢是一种，因为它颜色有聚散不同不好啊，太长太短、哦、它从哪里伸出来都是很讲究、啊、就在这里个地方、啊、你看、啊、差不多平行上面、嗯啊、也不要太红、嗯啊、这样好。现在呢就是画它的那个爪、啊、先画这个尖的地方，最好呢能够长一点、啊、就是好像啊，慈禧太后的她的那个护甲啊，知道吗？我一些画那个孔雀的时候也是这么讲，其实她的那个护甲啊，仔细的观察一下，她就是这样。这个地方呢也可以小出来。嗯，孔雀的那个爪子比较粗。这里是它的脚的那个鳞状哈、哦，脚的鳞状。这个地方，分的枝的地方也是要，最好呢能够是，也是能够显出它那个啊，那关节，你看它有个关节比较啊，最好是粗一点啊，这个关节的地方哦，比较点。粗一点的话它的感觉是不同的，你看比如说这是关节的地方嘛，对不对？啊，好像我们吃鸡爪啊，在酒楼里吃鸡爪啊，它就是它有关节嘛，对，给它把地方关节的地方重点，花和草然后这个地方密一点，如果你先把树了花了再花起来了以后，你再去花鸡，这个转接的地方也是粗一点密一点，这样行了，对，这个锦鸡就出来了，然后这个地方可以加一点啊线条，那有像好像我们画兰草的那种穿插，关键实际上我那次上课不是齐齐，就是画一朵花谁都不看，但是你整个布局你不知道该怎么布。
不可以，知道吧？因为这个鸡都在地面上站着的，你这个花怎么能超过它呢？对不对？因为它在往起来飞，啊，它飞的多高你不知道了，所以我这个花就可以掉下来。接着呢，我是画完了以后，我就用微信发给徐老师看，徐老师就给我这个指点江山了。他说：“大姐呀，如果你这只鸡是在这个地上站的，这个不能超过它。现在你这个等于是要这个，你看它起来要想要飞了，好，你就可以超过它。”